I said I like it like that. 直播间家人们 Hello 大家好 今天带大家来到了易创小镇 龙翔里小吃街，在这里有各种各样的美食。徐总，那今天这个项目呢，我们就这么敲定了。可以的，那我们合作愉快，合作愉快。